在这塔上有点摇晃，这是白塔之城布拉格，然后这里有刚刚那个 San Vito 大教堂，在这个位置，边变小了，有点萌，然后一片红色的屋顶。为什么叫白塔呢？因为有很多塔嘛。我也不知道，说在场这么远看不出来有多少塔。哇塞，这个塔好摇，我的天哪，好可怕啊。这里有一个塔，我想我应该要去爬市政厅的塔吧。这里也有一个塔，很漂亮的。然后等一下我要下去这座桥，这里有一个小看板，然后这是柴达桥，柴达桥好多人啊。柴达桥的特色就是桥旁边有很多巨大的雕像，然后还有一个塔，桥塔，桥塔还是可以上去的。在这塔上面可以看到360度的全景视野。这是布拉格的郊区了吧？还是非常的巨弱。还有一个超大的运动场，这个 stadium 应该是给足球的吧？我想，这么大一个。360度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饥饿之墙。饥饿之墙的用意在于让以前的穷人有工作可以做，所以那时候的波西米亚国王就下令建造一座墙，多多少少有防御的功用。它的名字就很特别，叫饥饿之墙。说塔多好像也真的蛮多的啦。那也就是我刚刚走上来的地方，刚从这里走上来，我的天啊，我还要再走下去，好累哦。这家好像蛮漂亮的，这塔设计蛮特别的，有两座螺旋状楼梯，一个上一个下，这个是上，没人看管，这个是下，没人看管。然后塔本身非常摇，这里好热，不通风，我要下去了。这路上楼梯这旁边是透风的，非常的凉爽，很冷，凉爽，凉爽。然后60公尺，说高不高，说低倒是也不低啊。我走在这路上的时候，脚是有点抖。这景色真的很好，360度视角。好了，可以的话，还真想上来这里看夜景。等一下看看晚上开到几点好了。简单啊！哇塞，少了这个玻璃就是比较漂亮。好，到了，好，拜拜。这个角度还挺不错的，这个教堂。住在这里的人真好，你看看这些人家。不过现在都是墙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为什么我要拍这个影片呢？可以看到这个往下斜坡，然后整个很抖动啊。这是斜坡，这不是平路哦。水平大概是这样，所以它大概就是一直在往下，才非常上角啊。哦，好长的路，老天！